要化个妆，虽然我也不知道我要化什么。现在是粉底液涂涂涂涂涂。哎，我怎么晕？嘴发炎了，嘴发炎更不疼了。你好不了，白富美。哇，感觉用力打好像是有点用哦。这个化妆的名字叫急死白脸的。我难怪你之前都打不进去，力道用小了。我太累了，我累了，我累了。来了吧？嗯，我嘴上起皮了，我说嘴上起皮了。我这个化妆就是要随意，你越认真化越化不好，你就乱化，画了一个乱化的心情。平时化完还行，你要是你特别认真的化妆，今天也别出门，容易扣在那个点上出不来。我看人家画都是对着镜头画的，这是可以画出来的吗？这，那我先坐这儿，画一点，要不然别人也看不出来我是咋画的。但是。这东西吧，看个人灵魂能力了。我画眉毛也还行吧，不，也不是特别好，但也不是特别差。眉毛 stretch， 眉毛 stretch。画完之后，然后就卸妆睡觉。没错，是我那么多的冷漠，让你觉得无比的冷漠。三角眉。我这么随意画，不会画出一个特别好看的妆吧？女人的心。那这个，这样呢？两边眉毛都很粗，挺多刷的，就这么多刷子，这是刷啥？这好多刷子，感觉都长一样。我只能分出它是大刷子、小刷子、中刷子。我也分不清。好，眉毛很粗了，眉毛画完了，眼睛、眼影、这个，我用腮红画眼影。反正腮红打眼窝，然后就是也不会下手很重。我这个不是我说今天这个眉毛很可以啊，就是这么粗，显得这个人就是很美，很好看。你的词汇也很匮乏。我就是用最朴素的语言去夸你，很美，很好看，很值得 get。不想用这个眉毛高度高的，这是什么眼神啊？就是眼尾要比别的地方重一点，但是不知道这个颜色是不是重的，重吗？还可以。画眼影原来是这样吗？我不知道，应该反正不重要，就是过程其实有时候也没有那么重。那只要最后出现的是好看的，是的。很完美。画的真好。这是什么鬼东西？败在了眼线上！我不知道他们会何去。指甲刀赶紧啊！剪不了是吧？我都录了14分钟，我这画的也就是还都没好。哦，藏在这儿，不行，我有印象看到过。我觉得这个，睫毛行不行？没事。哎呦，手有点抖，喝咖啡喝了有点抖。这一分几斤啊？你看那些化妆的博主都是画着画着要自言自语是吧？对不对？没有人自言自语。
但是文章就画的这样讲什么这是那那是那个。我们讲啥？我们没讲啥。我们不能讲。我们这顺序错了。好懂啊。这是啥样的是一撮呀、啊？是这样吗？就是它有一个棕色的这个痕迹是吗？它中间有，它中间。它中间不是有个大空洞吗？哦，直接大空洞，直接大空洞。等会儿，一二三，上去。哇、哦，上去，成功的开始。我觉得只要会粘睫毛，这个就已经很厉害了。剪坏了，没剪坏，它在我手上呢。我剪的可好，这太老了吧？嗯，弄好了。行，你放那，我到那去。手好抖。别人是怎么粘的呀？走走，你这个手抖的时候就要一定要夹在上，慢慢慢慢。哎，别起跳。我花了30分钟，那看，我在这坑着吧，坑着半天。涂个腮红，主打一个哑光，这个腮红还挺好看的。就今天一整个就是眼影是腮红打的，腮红也是腮红打的，口红也是腮红打的。可能就是涂一个唇油，这是润唇膏。揉入完之后就直接把腮红印在上面，很哑光。那、啊、这是画完了，感觉关了补光灯会好看一点。是那种氛围的那种。好讲 ，Hello，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呢，我就是教大家化妆，大家有学明白吗？希望大家也可以像我一样画得很好。然后，今天的课堂就结束了。然后，就是
还行吧，其实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，就是看一下，因为刚才那个光打太强了。